就是感朋友多嘛，就不像之前那么无聊了。对啊，而且我能帮助豪哥说中文。中文你觉得他中从文一分到10分，你给打几分？还挺好的吧？我给他打7分，这么高？高了。有，我们周末平时就是可能球队就是那种自己想来就来，不想来的话就可以休息的话，那时候一般我俩会一块来练。是他你是第一一次个，跟他这样训练吗？对，第一次之前没有接触过，对。接大家怎么样？跟他一起。他就是非常好，非常刻苦，然后人也特别好，就包括就会帮助我去尽快的融入到球队中，然后会给我讲一些经验啊、经历啊什么的，对，特别剪好。短发型见证人的时候有很夸张吗？我觉得还好吧，对，我还是能接受的，对。他应该教林书豪那种东北英语，你觉得他就跟林书豪说中就文，他听得懂吗？可逗了，他们聊天，就是有时候郭艾伦说啥我能听明白，但是看豪哥他俩眼就不知道他在说什那么，个对，八字是什么？对对对，大东北话，他去哪都东北话。